德里人啊向前看的歌哈，委员大家不妨哈哼哼看哈，唱唱看，一定会得到足大诶回答哦。再来，咱要请咱诶老师来讲到，伊个讲到这把琴，竞选甲信仰诶传承。感谢大家。今天是台港节的第四主日，伊个主题叫做“听”。这时我要用上帝的话甲你祝福，我要讲愿上帝的听永远甲你同在，请咱的兄弟讲嘛甲你同在，安尼好唔好？愿主上帝的听永远甲你同在，你来讲嘛甲你同在。OK， 我阁讲一摆，愿上帝的听甲你同在，你就甲你边仔的人讲，嘛甲你同在，安尼好唔好？愿上帝的听甲你同在，愿上帝的听永远甲咱拢有平安。OK， 今仔日我用的这段圣经，请咱会记得唔通误解我的意思。我遮拢伫咧讲圣经，请恁唔通误解我的意思。伫圣经的内面有真侪，我当时牧师拢无伫咧点，我当时咱读圣经边拢安尼咧读，啊拢安尼走过。但是迄内面有真侪物件，你拢哪敢那视而不见？你问下这個，这世间永远唔是你满意的所在。这世间有足侪物件，你真做一个上帝的子子、耶稣基督的学生。这世间有太侪物件，唔是你所爱。你是生活伫一个完全不如意的制度、社会、文化、风俗的内面，然后你伫遐伫咧想讲，那我想困伫这个环境的内面，这是一个差不多对了世俗化的世界。真侪时阵无照上帝意思，但是你做上帝的囝，要怎样伫遮正做一个无共款的人，甲这世间有所分别？这句话唔知你要讲阿门无？你唔通期待讲这个社会、这个制度合你的意思，那真正合你的意思的时，我甲你讲，你真紧对了。你唔通想讲，你的生活要追求真舒适、真舒适的生活，一旦三鲜到伫你的面前，你甲你的家庭真紧对了。这是一个真无奈的现实。真侪人伫咧追求社会制度，怎样？我甲你讲，伫咱的社会制度、伫咱的教育的内面，一项上可恶的事，上可恶的事。就是甲上帝对咱的子孙完全杀走去。伫整个教育的制度的第一项事，就是予咱的子，予咱甲咱的子孙讲：这世间人的存在是对创造来的吗？是不是？是创造来的吗？还是对倒位来？人要来？咱的制度、咱的教育、咱的系统，拢甲咱讲，人是进化来的。请问，若是进化来，甲上帝有关系无？咱伫咧读册时，咱的课本已经甲咱，这个课本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无形主义的。这是一个真。看哦，对咱一个信仰者来讲，这是一个真可恶的一个讲师。但是我要讲，亲爱的兄弟，当你家己本身读这个课本，你有讲过话无？当你的囝伫咧读这个课本，搁伫咧受这个考试，你有讲话无？假使咱家己本身是教育者，是老师，当你伫咧教这套了后，进化论了后，你有搁补一个，你有搁补一个讲？也有另外一项，除了人是对创进化来以外，这是一个 theory， 这是一个理论，也有另外一个理论是，
人的存在，也佫有一个理论是讲是上帝创造。因为真侪时阵，咱做老师，咱嘛唔敢伫遐去补充教材，这是一个，因为进化论本身伊的基础是，这个世间无上帝，这个世间无上帝的存在，佮无相信咱人是上帝所创造。伫你佮我咱的信仰，一个真要紧、真要紧的，就是。你甲我的存在，生命的存在是对上帝来创造。若是安尼，咱的上帝，咱的生命，上帝创造本身就是有意义的。这块桌仔伫遮，有这块桌仔有设计的意义。这块桌仔伫遮，边仔是桌仔，睇无？甲咱厝内的食饭的桌仔，边仔是桌仔，功能有同款无？无同款。边仔是桌仔，无同款的形态，伊的功能。无共款，但是拢有设计者本身的意思伫遐，有意义伫遐。边仔椅仔，你就坐伫椅仔顶，但恁家有足侪无共款的椅仔，无共款的椅仔，边仔是椅仔，但是有真侪无共款的功能甲存在。你甲我，咱若讲是上帝创造，你的性命甲我的性命，甲恁囝的性命，大家性命形态无共款，但是每一个性命拢是有意义的，有目的的。有功能的，因为这是上帝创造你，上帝温存你这个生命存在，你的本身有一个设计在啊。那安尼进来应该做，你的生命有意义啊无？有意义。然后通过这款的信仰的个别，你一世人干那一项工作尔，你一世人干那一项工作，就是你伫咧超车你家己生命的意义。目的、功能，甲贡献出来了后，你就讲主啊，我将我的性命活出来，活出立立后，活出这个性命的本质，活出这个性命下伫主人的设计，然后我要容神一人，即个多啊，伫遮个存在容神一人，听落伫遐存在容神一人，今西方伫遮个认识容神一人。这些求情款容神一人，每一项代志到尾会起来的容神一人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创造的意义。所以当你生子了后，拜托，唔通将恁子刻伫你的意志的下面，爱甲恁子直直交代讲，子，爸爸妈妈甲陪你呐，娘娘，爸爸妈妈的资源互你用。就是要带你到伫上帝面前，你家己爱超车，你甲上帝的关系，你要安怎伫上帝面前活到上帝欢喜，唔是恁爸欢喜？你的存在咱甲我无共款，但是你爱欢喜，你爱活得足有意思，到尾啊，我嘛甲你拍破啊，甲我无共款，但连我嘛甲你拍破啊，我实在是假的。这是一个对创造论来讲，但是那是对。你看，道明这拢是进化。那假使是进化的时，人是对狗狗山那边，啊，这迄种啊，直直去，啊，弄啊到尾啊，收性命存在是对害伊出来，然后对多元的物件变作对单细胞直直出来。我讲你，那是进化的，你呐，咱即马好好咧讲，那拢是进化。我跟你讲，你免活歹遐辛苦。因为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。你若接受进化这头的时，你的生命是没有目标的，没有意义的。你讲活好就好，然后在迄个所在，你若确实无通吃，你就去抢；那下午对了后，你就去抬。因为那个生命存在本身就是为了生存而生存。哎，这个将来是创造的时，那就都不敢换。咱的创造，咱是咧超车，咱的性命甲上帝的性命的融通，咱的性命甲上帝的性命共进。所以，迄个咧讲上帝形象，人照上帝形象，毋是即个形啦，毋是即个形。若是照即个形的时，将上帝是查甫啊，查某啊。将上帝是达波个走，就是因为上帝无形，
所以不但讲上帝是男或女，但是圣经讲上帝是男或女，男或女。OK， 所以你会当看一边，当你边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见，哎，在这个叫一挂无声受伤的所在。到底上帝是男或女？规本圣经讲上帝是男或女。哎，对者，有人会讲上帝无形无踪。所以无影讲大波，其实的吧，就靠价值无影，这是一定关键。这个创造论、甲进化论在咱的面前呢，因为当咱的囡仔到伫学校的时候，拢甲咱教遐物件，唔通袂记得基督徒，你若是上帝的囝，你伫厝内一直报，你一直报。外口的社会的提供的物件，唔是你杀，你所害，无下伫你。啊，你要安全家己保健，这个是你我咱的责任。啊，而且，若是按你来讲，人的存在是上帝的创造，你我咱会当真做上帝的囝，那对这个圣经是讲上帝的拣选。上帝精选，有人帮帮我。OK， 是。上帝精选阿比拉罕，因为阿比拉罕伊的老爸是咧创啥物的，你敢知？伊伫咧刻偶像。对，阿比拉罕的老爸塔拉。那伊那敢那就是伫咱的洛港，住伫咱的洛港。五子的所在是一个偶像化非常丰盛的所在。塔拉，阿比拉罕的老爸就是咧敬偶像卖人的人。所以遐个神明就是对伊的老爸的创造。当然，拄啊伫迄款的宗教偶像是真丰盛的。环境的中间，上帝会突然临到这个阿伯兰，甲伊讲：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，我所要指示你的所在去。你着离开，你知影这个离开伫信仰上的意思是啥物？那逐摆来个青年人要结婚，伊也着讲：你着离开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。家己的翁、家己的某三个结连，这个离开什么意思？因为，而且上帝话对阿伯兰讲，你着离开本地，就是落港、工作、老爸家，我所要支持你的所在去，一个新的人生，新的人生的方向。伊过去的人生可能活甲人同款，甲这世间同款，那么拜纳信用那强烈，伊就拜甲那敬虔，那敬虔那的信用宗教，然后伊离开上帝就那远。即马上帝讲，你着离开这个，我所要支持你的所在去。我要赐福予你，予你成做大国。我要高举你，予你成做一个兴旺的人，有能力、有专业的人。但是一个条件，我赐福你，你就要予人安怎？因为你伫了福气。我赐福你，哇，你就起来祝福别人。因为这是一个一心到非常非常要紧，上帝建立，上帝建立你。然后唔通袂记得，每一个人你受起造了后，你马上想到的，唔是干那领导，唔是干你家己，马上想到的是你身边的人。我所有的人，因为这个流程、这个流程，到尾大家人拢欢喜，感谢来归向上帝。因为唔通袂记得，这是一心宗教、一心信仰一个真要紧精选。OK， 阿伯拉罕就真正安尼离开了。
离开五常的所指示你的所在地，请问伊敢知影人生后壁头前的路要对倒去？伊敢知？无。信用一个真可怕的所在是，你不知道你的下一步。你若真清楚知影你的下一步，我跟你讲，你的人生是你的设计。信用的可怕在伫遮，一个真正的信用者，伊常常要行的下一步，伊唔知。但是一个真要紧的，伊都爱常常祈求上帝，伊都爱常常甲这个上帝祈求了。然后都爱谦卑伫上帝的面前，不是伫咧领受，不是伫咧反省。你唔通设计你的囝。那无你变做你的囝的上帝，你都要带伊到伫，带你的囝到伫伊的上帝面前，创造伊生命的上帝面前，常常甲伊讲囝，到底你人生的价值观、意义、头前的路，你要顺服，然后你要相信，相信上帝，你要相信上帝，伫未来，上帝拄啊伫远隔的所在伫遐咧等你，所以你唔免惊。一步一步，你有你的囡仔，每一步拢是信用的路程，你唔免惊，唔免想伤济。人拢会拄着代志，唔免拄着代志就焦急上帝，唔免焦急。上帝甲阿伯来讲，我要互你的子孙亲像海，海边的沙亲像天顶的星。啊，你还会食到家灶，连一只家灶嘛无？你叫做信心，你叫做。人来天后，迄个也搁伫咧阿伯兰，也搁伫遐伫咧讲，天后真正到九十九岁啊，满百啦，抱一个囡仔，到迄囡仔拄拄也未大汉，就讲搁甲带带山顶讲，你就将迄个囡仔见落我，就干那即个尔，啊毋是海边的山，天顶的星，啊即个你也搁干那提交，啊都长证啊，我都差不多要死啊，相信上帝。伫整个的信用的追求的，就是相信上帝。嗯，千万袂使用人的观点，伫咧看所有的代志，毋是对人的观点咧看。但这本圣经到底伫咧对人讲什么？迄是一个信心的考验，迄是一个信心的旅程。啊，我甲你讲，当咱十二个月前踏入2016年的时，你敢知影你头前每一日你会拄到啥物代志？我甲你讲，你唔知，你想都咧想，你计划都咧计划，你迄个 tablet 桌顶迄个日历，你安怎咧写？你安怎行事历？你安怎咧写？迄是假。逐天发生的代志，我甲你讲，你拢唔信。咱电台咧讲，计划跟不上什么？迄个对真实的人生。那你有法无当控制逐日的因素，你已经是上帝了。今日你无法当控制逐日的因素，表示你唔是上帝，你要活过上帝。啊，这是咱的人生的，因为伫遮你无一定看得真清楚，但是努力看啊。OK， 伫迄个正面头前，伫迄个正面，那些嘞。白甲白色的字，遐你有看到阿伯兰第二个是阿伯兰面顶是伊个老爸的名叫做塔拉。阿伯兰娶过伊无？阿伯兰的某叫做啥？撒来 ，OK， 撒来，伫上正面第二个叫做撒来。撒来弟弟无生囝嘛，对无？到最后撒来挡袂了。啊，我都已经无经啊！啊，那上帝祝福伫倒位？撒来嘛会怀疑上帝，撒来嘛会批判上帝，上帝干那出一支嘴，所以挡袂牢，就甲伊个什么人撒互伊个翁？哈加，啊哈加是撒来个什么？卢比。撒来未生囝，就把女婢撒予伊个后家。因为这样代志，
你唔通看做奇怪。伫古早这个年代，四千年前的社会，每一个好家人因家的祖庙、头家娘，身边拢有几个女婢服侍祖庙的人。遮个服侍祖庙的女婢，大家人拢有责任。当主人若爱的时，拢爱甲伊斗阵困，然后拢爱替伊生囝。因为安尼生落来囝，像遮个女婢生落来囝，归属啥？是女婢的囝吗？祖庙的囝。所有遮个女婢生的囝，拢归属伫祖庙。所以祖庙头家娘，伊即旁，若生若侪呢？啊，遮个囝就会当。到将来就会当分后家的财产，所以因就会当这个祖庙这边这个家，伊拿分偌济，啊，这毋是叫做六朝天王啦吼，这是家世观念。OK， 这是一个初步的概念。来，伫这个家。下嫁大先生一个囝，就是叫做伊姓玛丽。然后伊姓玛丽落来了，后壁全无写伊的后代，就到遐结束。圣经来讲的是阿伯拉罕，后来改名做阿伯拉罕，过来就是正平下骹这条长长的线落来叫做以撒。咱咧讲精选伫遮，上帝精选对以撒遮来，以撒。生两个囝，一个叫做啥？大囝叫做以扫，第二囝叫做拿摩。请问咱伫咧读圣经的时，大囝以扫，较古锥，还是拿摩较古锥？那对性格来讲，那对做人来讲，以扫较正经，还是拿摩？较正经，那对做人来讲，相好道德。大兄，伊说较有道德观念。大兄较有温存，大兄较忠实。但是圣经伫遮咧讲，精选竟然精选对雅各去。雅各唔若骗伊阿兄，雅各阁骗伊老爸。雅各直直骗，因为你有法当对人的立场来看这样事。我跟你讲，你若是一个真正经的人，你会对心肝，这个上帝是要创什么？雅各用奸巧骗伊阿兄，雅各用奸巧骗伊老爸。伊第二个，但是秘密渐渐要得到大囝的名分。迄、那个大囝的名分，伫伊说的相族的中间真要紧的。伊秘密渐渐要得到迄、那个，然后伊秘密渐渐伫咧求上帝祝福伊。迄、那个秘密渐渐，哎、okay ，这个看到，所以最后伊真正得到伊所要得到。大囝的名分伊得去，大囝的祝福伊得去，然后一世人伫伊这条，伊甲上帝不断伫咧联络，无论行人生行去到倒位，就伫遐磕石头联络，磕石头联络，石头顶面佫灌一个，佫滴一个油嘞，即个石，而且是我甲上帝联络，伊的做人无一定完全。但是伊伫咧追求要甲上帝契合这个心，好，伊去骗人，骗到尾啊，又叫伊阿姑骗伊阿无，伊讲伊阿姑骗，伊讲要娶某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娶某，伊都要娶第二个啊，啊，结果一切婚事拢办好啦，啊，讲去娶，娶倒来讲我，
迄个烟鬼半夜要滚来，我甲伊讲，我都要传恁迄个带恁大姊走啊，所以不得不有甲伊见面。爱甲因丈人讲，我都要带第二个，你睇，讲男女伫第二个，你搁做我做七年的农仔，那必须要带第二个，搁加做七年的农仔。安尼带几个宝？两个宝，姊妹啊！唔是干安尼尔，你知影无？伊识个十二个支派，十二个支派就是雅各十二个囝。那安尼，雅各的十二个囝是甲谁人生的？甘这两个母生的，是毋是？毋是。六个有六个的，伊有六个的生，但条件毋若家己生，伊佫甲伊的女比，请女比佫甲伊的主人佫生囝。啊，李亚。李亚家己甲伊翁生囝，嘛请伊个女婢爱去甲雅各去生囝。总共雅各甲四个两个太太，甲两个太太的女婢，四个女性总共生几个囝？十二个。这十二个后来就变作十二支派。这十二个支派后来变作一个族，后来去到伫埃及的所在，后来去到伫埃及的所在，就是这十二支派去，对这个家庭去，然后这个家庭到底啊，去到伫埃及，然后雅各老了，伊的囝约瑟伫埃及。已经做宰相，那约瑟雅各的所在几乎无米人食，伊就找食的要去订粮，要去买食食。但到最后，伊的囝都用刀伫遐，那伊真惊。啊，即马派一个囝讲转来，其他伊都用刀咧，一个囝转来甲抓讲，即、這个老的爱去，再要放伊的囝转来。啊，其实咧是约瑟做宰相约瑟的计划。伊要看这个老爸知影，啊！这个老爸唔敢讲老啊惊，上下话领导员讲你免惊，你做你去。你要伫遐平安，你要伫遐食做大作，我要安全，哦，你平安满意的地，哪个？伫这个叫你讲的是信用，这个一个人，然后甲伊的家庭。然后这个家族，大家人拢怎样无离开上帝？然后这个落去，直直落去，今仔日规个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干一个家庭，一个家庭兴起。然后这是全世界，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，一个家庭变一个国家。然后今仔日犹太人控制 Wall Street， 你若去到纽约，你去看伊、那个。华尔街真短，无几百公尺。这个华尔街所有全世界的金融，犹太人控制大部分，政治的权力控制相当大。一个家庭的人，一个家庭的人，变成一个国家。然后全世界诺贝尔奖，诺贝尔奖包括音乐、科学、化学、东西这，你知犹太人？得到比我高，但一认证得到上高。这个正在咧讲到一位，好，这个话题暂时搁搁伫遮，我就来问咱一下，约瑟也未做宰相以前，伊伫咧甲一个大将军。啊，一个大将军甲捡伫伊个厝内，做迄个大将军真信任个管家。后来大家人知影这个故事是有一日，这个大将军个太太朱淼要爱少年个约瑟，甲伊斗阵，按两个怎啊当个拉扯，
要是到尾啊，就变作按照用什么方式脱逃？骗外衫，对不对？你知影，迄个外衫哦，害约瑟一世人。我原来叫一领外套，把我害一世人。因为上因老母甲伊个囡仔共害死。后来呐，年纪较大，你知影讲后来伫个堆，伫个国家伫个堆一个大屋子。后来抓迄个大屋子，让我到尾讲，迄个外国人大屋子无济，就甲遣送出去。大屋子的代志了了后，换我来用操。我拄啊读台南县安尼，我去金门做兵，回来无久了后开始对阮清水分局一般的警察、到将官、到遮大力士、到国家级的，拢伫咧逼我厝内啦。阮厝内残存人看到这惊到要死，我们不能如何？因清水分局喊我规工我伫遐报道，那无安全安全。我甲厝内人免惊，免惊。恁都反正我拢伫台南市咧读册，啊，若有啥物代志，请因来到台南市安尼。要掠我人伫遮，嗯，我知影讲因若伫台南市咧掠我，会变做一个国际事件。我若家己去遐报道，连电话互因国际安怎样行，我都拢毋知。所以，迄个。迄个期，我做班代，我就甲学校遐个同学讲，万一开了了，你若无看到我副班长就职务代理，然后交代了，我一生实习的到位，我无钱，我拢靠实习金，干那独独干那迄个暑假，我咧多忙，我无够位实习，我走去第三包来啊，同齐甲伊个工人，安尼走走四个月。半年过了后，报纸就四月份啊走出来，讲大胡子了后，警长摕到一领西装，后壁写进宅。迄当时啊，经过规个国家一个查查进宅，佮过滤过滤了，我是一个真上顶上的可疑犯。啊，所以迄段时间。受调查的进宅有四千几个人，所以我这是菜市啊尔。各位，这个讲起了啥？啥事？头家大将军倒转来，知影讲伊的太太要性侵伊身边的。上信任的约瑟，家己的太太哦，要性侵大将军身边上信任的约瑟，啥事大将军处罚的对象，唔是伊的太太，还是约瑟？因为你捌想过这个问题，你若是一个先生，知影你的太太倒转来，倒来知影你的太太伫咧性侵一个厝内的。老婆，应该你的处罚的是你的太太啊，她也是约瑟，后来叫上门单。因为这个倒转来，我拄则咧讲的迄样事，老婆拢属于头家，因为迄是财产。女的爱替头家直直生产，男的替头家直直工作，因为要互咱的家族。直直兴旺，直直有人工，直直通做工去。同样道理，祖庙有权利，甲厝内人落魄做爱，伊爱啥人就啥人，爱乖乖听话。即摆问题，伫迄个社会制度的内面，约瑟竟然反抗。安尼要是违反当时的法律道德规范，所以头家倒转来，处罚的竟然不是伊的某，处罚的是约瑟，这么忠厚老实的人。由于这个圣经，那在这个家，搁在讲到约瑟，上帝拣选约瑟，上帝的拣选来到伫约瑟，看见约瑟。约瑟，我要告诉你，
互你最悬最大，互你变做是一个受尊贵的人。在人的面前，你会当徛会知，但是唔通袂记，你都要真多你的家族的祝福，你都要真多整个国家的祝福。这是每一个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今仔日，这是今仔日我信息的主题。今仔你甲我，咱真多上帝所拣选的。今仔日你的人生，你不一定是上兴旺的，但是你要相信。你看，这是精选的人，伊的人生嘛拢起起落落。你爱相信，相信上帝来已经精选着你，你唔通失了这个信仰。上帝有一日，唔知当时唔知影，伊要高举你，伊要祝福你，一个人唔通袂记，你马上就爱去想着别人。咱即摆讲着这个只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代表的后代，代表是阿伯拉罕的后代，你讲着这个后代。有机会，我甲咱来分享创世纪。创世纪一个真要紧的，就各从其类。创世纪真要紧的，就是迄个经济，这个其实这个就是经济种子。耶稣基督是代表的后代，意思是耶稣基督就是代表后代经济。代表是阿伯拉罕的后代，意思是。代表是阿伯拉罕的精子，那迄个精子就是爱生团，爱兴旺，爱代代。啊，伫这个家，阿伯拉罕是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对罪，雅各生犹大，犹大甲伊，雅各生犹大甲伊兄弟，只着十二个对不对？主要是咧讲犹大，犹大甲他玛生法利斯。咱安尼讲到这个只，像犹大甲他玛什么关系？读圣经的人，他玛是犹大的什么人？媳妇。犹大竟然甲伊的媳妇生子，你知影这个？是正常的嫁娶生的吗？是不是？不是。犹大要去开查某，竟然所找的对象是伊的媳妇，因为犹大欺骗伊的媳妇，伊的媳妇设计，所以犹大大官甲媳妇生子，还要一摆生两个。因为你直接，但是耶稣基督是对这个直接落来。我刚才伫遮咧点一挂物件，咱去看马太这边这个章，马太第一章第六十，撒文对拉合是瓜书，瓜书咱查罗德记这个瓜书，瓜书甲罗德生何必得，何必得生亚西，亚西生大毕，大毕甲乌利亚的某生下。你撒文是一个达波的拉合，是一个女的。请问这个拉合的身份是什么？伊是一个妓女，伊是一个妓女。撒文甲妓女生瓜斯，哎，这个名人造出来。瓜斯是甲罗德生何必得，何必得生亚西，亚西生大比龙。请问？迄、那个啊，普阿斯所生的囝乌比德，乌比德代表来叫伊啥？阿公。然后代表来叫拉合叫啥？阿公阿妈搁记迄个？做。阿做，查某做，查某做。请问？这么出名的信仰的，这么有智慧的一个信仰者，所罗门王，所罗门王是谁生？乌利亚。大卫甲奇怪，大卫佫带甲乌利亚的某来生囝，大卫才会甲别人的某来生囝。
但是他会跟别人的母生子，不然跟别人的母生子，又跟别人的那个，又跟他害死，把那个人害死。因为我刚才就只在这里讲这件事嘛，我在这里讲这件事，不能把这本圣经当作伦理道德的书。这本圣经主要在讲到人跟上帝的关系，这本圣经主要在讲到人跟上帝的关系。你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上帝是你生命的主，你要把他轻掉掉。你若轻掉掉，你若信了上帝，你有可能什么歹事情拢做会出来。你若信了上帝，你跟你的子孙有可能什么歹事情拢做会出来，这是啥？你若信了上帝，你跟你的子孙拄到艰难的时候，可能外找落去。你若有上帝，你的人生若有上帝，你嘛无一定遐尼圣洁，你嘛无一定遐尼完全。这是拄则为虾米袁长老伫遮咧带咱祈祷时，都爱认罪，因为咱常常咱所爱逐日的生活，咱所爱的，咱拢无去做；咱所需要的，咱嘛常常拍破咱的需要，无照安尼去做。咱无爱的，咱常常就安尼去做。大家人拢同款做，你嘛莫这边做，我嘛莫这边，咱拢是罪人。我甲你讲，伫上帝面前，罪人唔通控诉罪人。咱敢若比喻讲，咱拢边仔是罪人，咱拢边仔无完全。上帝，我绝对无要去杀你，请你嘛唔通去杀我。咱嘛要教咱的囝讲，囝你唔通去杀上帝。因为上帝的听，永远的听你。囝就是你拄到代志的时，这么软弱的时，靠我上帝不要紧，但是你唔通埋怨上帝，你唔通怎甲这个上帝淡掉。虽然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无神反对上帝的社会，但是咱甲咱的家，咱永远要尊主最大。下载了当时，你看耶稣对这出来，不管这个家世安怎样。不管这个祖先有当时在咱的祖先，在咱的厝内，在咱的家庭的内面，嘛有一挂真痛心的代志，不要紧，你个人徛在，上帝要帮助你。你个人只要徛在，上帝要让你跟你的子孙，当时要做一个，连你都想袂到，伟大贡献拢唔知。拜托，这本圣经是道德的册是无？不是。这个不是你想要的，家里去了上帝，上帝今天竞选你，你都不能去使，咱同时来记得。我们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上帝伫这大疼痛的内面，这个疼是超凡的疼，这个疼要伫你提醒我，我人的存在实在是有真多元、真丰富的意义。实在是有真侪上帝你真奥妙的安排，啊！我每一个生命存在，就是咧超车到底我会当做啥物？我真侪时阵专家甲阮讲，我已经发挥出来的能力，才是整个可能是3%、5%的能力在遐。也阁有太侪丰富伫我的生命内面是上帝已经予我，但是我无去开发。啊！我听人命哦，操！一个年已经过去了，结束了。本来是这个新的年，白白伫遐，到底阮伫面对新的年，阮要最后要填什么颜色，要画了阮家己生命什么款的图片给上帝？上帝凭着你的信心，甲阮同在，显示阮智慧，显示阮信心，显示阮贴心，显示阮忍耐，显示阮勇气。有当时啊，阮都爱含着眼泪，但是阮也都要唱歌，阮要哭诉诉啊。我们勇敢向前直直行去，因为上帝在遐在等我。然后，是我的主，你听我的祈祷，感恩我伫你的面前每一句话，愿上帝的心调整，那超越你的意思的，愿你赦免。然后，我将这所有的教诲、应许听的大家庭交在你的手中，圣灵，这个就是我们献给你的礼物。明年，我有真侪意向，真侪事工就要展开，上帝啊！
愿你的神甲我三同在，离开你，我袂当做神，甲阮祈祷，告出性命。